大半夜在家蹦迪有没有素质？你哟，你也住得起这儿啊？笑话，你这套都是我的。那您就受累，再去买套别墅吧。你私闯民宅呀、啊！房东叔叔，房租都交了，总不能让我流落街头吧？我已经开锁公司。都这个点儿了啊！等等，我爸来了。哎，你是张三吗？大哥，他在这儿。小三啊，玩笑不能随便开的。哎，不是，老七是个懂规矩的孩子，怎么可能大半夜在男人家嘛？你们家快递怎么又堆在我家门口？快递员做错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那你倒是搭把手挺沉的。哦，哎，这个呀，哎，你别推我。好，哎，松手啊！你妈怎么教育的你？嗯？小姨妈？叶老师，你们敢欺负我学生？他要是再欺负你，就跟我说。嗯。叶老师，快递衣服，咱们走吧。完了，我的文件。哼，好啊你，学会狗仗人势是不是？我今天非得憋得我闲事儿。我，那他。